不吃了。不要、啊。这是，这有没有鼻涕啊？没有鼻涕，我可是不吃的呢。有鼻涕。可以沾一点番茄酱吗？哎呀，不要这样吃。嘴巴这样子认识。这样子，这样子就没有路啦。什么没有路啦？什么叫做没有路啦？睡饱饱，然后又去玩很多游戏，又吃麦当劳，又有小礼物。真是美好的童年啊。以后寓意想要什么生活就要靠自己来创造。我是今天有创造吗？有吗？做好了吗？那我们每天都要怀着感恩的心啊。像今天玩这样有很开心吗？有。有哈。那我下有很开心的话，我下次我们再来玩，然后玩完了以后再来吃鼻涕薯条。哦，各种用这种当手机人生哦。鼻涕薯条。不知道几岁了。那你说什么？废话我。之前还有听过一个手机铃声，噔噔噔噔噔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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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大概六年级一定知道。现在也有。哇、啊，他怎么流鼻血了？哇哇哇！那又不是火箭，我先到里面去。这个用餐环境实在是没办。对啊，台北绝对找不到这样的地方。台北麦当劳也很小。